有本事通通事先讲哈，江江的超强 APP 帮你打造简单、轻松、明确、超愉快的股市人生。来看证据哦哈，43.45亚诺法出现箭头，连粉丝观众都看到，没有人不会。43.45出现箭头的亚诺法，今天再度亮灯涨停58.1了，赚3×4的，赚翻了。我的用户说，长眼睛啊，从来没有这样赚过标股啊，好幸福，是不是？好，还包含了节目截图为证哦，哈，德维314，今天366了。好，19.8送给全国观众的福裕，今天217，我还请会员卖全国最高点来。这个是系统店，没有箭头，通通不要碰，永远都不要碰。有箭头，大胆放心买进39的系统店，今天亮灯涨停，逆光涨停，景色真美，有没有？人生很幸福，有没有哈？所以这是我哦，这个我们的 APP 用户哈做见证哈。他们都说啊，超强无敌跟万岁，好好赚，对不对？好，来，好不好？我今天各位做证明哦哈，我的 APP 带就这个大盘趋势，主升多头，主跌空头，都会用很明确的讯号让你一手掌握。另外呢，我常年在本节目教导的 MACD 的双战法，如果你过去没有学过，今天再完整教一次，学起来一生幸福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好，今天是4月7号，礼拜四的礼拜四呢，台北股市呢是大跌343点，收在17178哈。好，先跟各位提醒一下哈，我们最强战报讲的什么支撑的，还有支撑的压力，多头要奋起，它必须突破压力。那多头要守住，它必须守住支撑。糟糕了哈，我们最强战报规划提醒的支撑今天有被跌破。那既然支撑被跌破，那你如果持股很多的，当然就务必要调整跟控制持股比重了。好，那另外我今天节目呢，会针对我的 APP。他你过往你只知道什么？他可以抓帮你抓到主升段起涨的标股，是不是很厉害？那现在跟各位做完整的介绍哈，大盘趋势主升起涨标股，主跌的起跌的空头股票，只要你拥有我的 APP， 我跟你保证，你可以通通一手轻松很明确的全数做掌握。我们一一来做分解哈，来，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超强 APP， 是不是？我让你亲眼见证，我透过事先讲，让你亲眼见证，你此生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赚钱武器，非常明确。所有会涨的股票，在它起涨的位阶，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箭头，而这个箭头就是帮助你大赚的武器，没有错吧？来，好不好？这是过去一个礼拜讲的，我讲过，公开讲过亚诺法。系统店、德维、美食、福裕跟汇光，好，今天全数创高。大盘在重挫的同时，他们全数都创高。其中，我来看，这是亚诺法，有没有？我常讲一句话，你跟我还有我的会员用户都一样，我们面对的股市其实是不可预知的未来。那既然是不可预知，就充满了很多的贪婪与恐惧，没有错吧？哈，来，好不好？你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但是我苦练20年的技术，我把它利用 AI 大智慧转化成 APP， 有没有 AI 大智慧机器人？它帮你打造的是股市一个很明确、很简单的讯号。那请问一个箭头往上，让你知道它这个转折向上，它是主升标股的起涨点，好不好？这样子，请问有人不会吗？过去没有箭头不要买进，一旦你发现箭头， APP 会主动帮你选出来，然后呢让你知道。那请问这样子有人会不会吗？是不可能有人这个有人不会嘛，简单明确，没有人不会啊。好，而且还有什么扣三 D， 有没有？你看哦，这个是 43.5， 有没有？
43.5 大于431，是不是扣一滴？大于37扣两滴，大于39扣三滴。那请问是不是扣三滴提款机？有没有？好，那以前你要知道扣三滴，你必须上我技术班，用计算机算转折，转折算出来之后呢，比大小，对不对？那现在不用了，1、2、3、3秒钟，再看一次哈，43大于31大于37大于39，是不是扣三滴？好了，那有明确的箭头又扣三滴，那请问是不是符合我所说的坚持主升，专攻起涨？主升一定是扣三滴，起涨一定是箭头，投资朋友。那请问以后你有了 APP 之后，你过的股市人生都长得这个样子，请问你对未来会不会很有信心，很幸福，很简单，很明确？为什么呢？因为它从 43.45 今天是第三只涨停板，飙到 58.1， 是不是又亮灯涨停？所以你知道吗？我的用户很兴奋跟我说啊，江老师长眼睛，从来没有这样交这样赚过标股，哎，好简单，好幸福，好不好？你懂我意思吗？哈，所以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认为我今年的 APP 可以帮助很多散户开创一个崭新的开始，可以轻松去扭转过去常年不管你怎么努力，然后你都是输家的宿命，好不好？为什么？太简单了，简单到没有人不会啊，是不是？好，所以请各位好好的把握机会哈。那再一次强调，请留意时间哦哈，4月18号之前都是有优惠，然后呢都是我的创始会员。为什么？因为未来软体一定会升级，一定会增加更强功能，它人数都会增加伺服器，所以一定会成本垫高，那成本垫高一定会涨价。可是只要你是我的 APP 创很荣耀的创始会员，终身哦，终身不涨价。这是江老师哈，感恩对创始会员的回馈。好，请各位留意哈，4月18号之前了哈。好，另外跟各位讲哈，来，所有用户你安装好我的 APP 之后呢，好，这边有一个，这是我的 APP 的界面，对不对？好，这边有即时讯息，点进去所有都要看了哈。那特别是 APP 的操作 SOP， 还有APP 使用小技巧，箭头的真谛，其实每一个都很重要啦。那最重要的是 SOP， 为什么呢？来，我各位举例过，举例来做过说明。我的 APP 的 SOP 对很多散户一辈子操作股票而言，价值千万百万。什么意思呢？说你过去都曾经买错股票。可是你每次买错股票的时候，你都没有能力发现错误，你都没有能力去处理错误。所以我跟各位做过举例，对不对？你用我的 SOP 来应对你所有股市的操作， even 你曾经买过1300块的宏达电，就算你曾经买过1200块、1300块的国巨，利用我的 SOP， 你只要100%严格去执行保本的 SOP 的策略，有没有？保证你全身而退，绝对此生没有严重套牢，没有惨赔这回事。好，所以投资朋友，我的 APP 不只帮你抓趋势，还给你一个很棒的股市的操作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哈，请各位一定要为了你未来的幸福，好好的把握机会哦哈。好，另外我的节目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哦。两大粉丝团，请各位一定要扫描 QR Code 做加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早报啦，有晚报等等哈，很多资讯都是免费做提供的。来，投资朋友，我是电子财经的出身，然后我还独创了独家的预告技术，有没有？所以我说过，我节目都是人讲，还包含什么？我是不是常年好没有向观众、我的粉丝收过任何一毛钱？我坚持把这个最基础的 MACD 的双战法，这是我常年在节目上免费教大家的。这原本是我的技术班的课程内容之一，但是我知道很多散户常年想要赚钱，但是他的结果都是不好的哈，所以我特别在我节目常年做教学。
那过去如果你是老粉丝，对不对？你长期看节目，你早就已经很熟练了。那如果你是新粉丝呢？好，你最近才看到我的节目呢，学起来哈，学起来一辈子幸福。来，好不好？跟各位做个说明哦，哈，来，好不好？这是加权股价指数的 K 线图，好，有没有？我说过，一个波段的多头，中空修正要转成中多起涨，它必须就MACD 指标而言，必须有个三部曲，好不好？学起来哈，你看哦，这是之前的空头，有没有？好，空头之前是这样跌一千点，投资你看哦，跌一千点后，它要涨，它要涨这个两千六，好不好？怎么涨？请问怎么涨？是不是先一 MACD 柱状体要先翻红？第二个快线必须要翻红？第三个均线要站上，好不好？这样有没有简单？是不是？好，你见网可以知来嘛。我们再画一次哈，我把这个弄小一点来，有没有？这是一，一定要翻红。这是二，线要在零轴之上。这是三，均线要站上马力啊。我说过，均线是马力，一条均线一匹马力，十七条均线十七匹马力。那盘势如果十七匹马力全翻多，那肯定是大多嘛，对不对？那如果十七匹马力十七条均线只有一条、两条、三条翻多，其他都跌破，那是不是空方胜？是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一个多头的展开，它必须怎么样？一二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就是我所谓的什么MACD 的双战法。那请问有没有？你看你自己眼睛看啊，眼睛是血量，对不对？来，MACD 柱状体有翻红，那请问有没有？哎，可是哎，双线没有哦，均线没有哦，是不是？所以答案就呼之欲出嘛，有没有？好，那这是我以前常年教大家的 MACD 的战法，对不对？这是一个技术分析，其实不会太困难，你只要熟练就 OK 了，是不是？好，所以你 答案就很清楚，对不对？好，那现在其实你有更棒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在我的 APP 中输入7000，所有用户都一样哈。在自选股输入7000，它等于什么？台股的现货指数。你加入自选，点60分线，可以清楚看到什么趋势跟主力，红色是多，绿色是空，投报来哦。这样子，请问所有用户能不能全数变成台湾最强的操盘高手？来做示范哈，来，好不好？这是我的 APP 哈，这是我的 APP 哈，来，这是设定自选，对不对？好，设定自选，好，你输入7000，7000是什么呢？啊，记住这个号码哈，7000，它是台股指，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现货。那今天是不是收17178？对吧？没有错吧？哈，好，你加入这个你的设定自选之后呢，你给它点一下。他问你是否要增加到自选股，你给他按确定。好，他是不是已经加入自选股了？啊，请用户记得哈，当你设定自选后，一定要离开系统。离开系统什么意思？他帮你做储存。那如果你刚刚设定的没有做离开系统，他就没有储存哦。下一次你进来 APP 之后，它会不见了哈，所以务必记住哈，帮我按系统离开，离开已经储存，那储存好你再点一次我们的 APP 哈，你可以在风谷股金看到谁？看到台股指，有没有？就是你刚刚设定好的，对不对？来哦，好，那我们把它这个你把它用手指头哈，点这个台股指，点三秒钟。他会让你做选择，你要看走势图，五分、十分啊，分线跟日周月线，对不对？好，我们点60分，记好了哈。大盘趋势永远只看60分，你不可以这么贪心，做人不可以贪心，过度贪心。为什么？你不可以同时看五分、十五分、三十分、六十分跟日线、周线、月线？为什么？因为短中长的频率不一样，它会打架。一多一空一多，你会不知所措，对不对？所以单纯只看60分，台北股市的加权股价指数的现货趋势，永远只看60分线就 OK 了哈。来，好不好？来看60分了哈。来，好不好？这是加权股价指数的 K 线图，好不好？来哦，你会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清楚？看到什么箭头？请问你有没有清楚看到一个箭头是往下，好不好？这样子够清楚吧？有没有？
来，这是吧？趋势走向，红色是多，绿色是空。力道筹码，红色是多，绿色是空，好不好？有没有简单？它在哪里出现？它在这一天出现，我把油包打出来。它在这一天出现，有没有？好，17562，我再把圈圈画上去，有没有？好不好？这个是箭头往下，主升会有红色的往上箭头啊，如果主跌呢，会有蓝色的偏绿色的往下箭头。那趋走向由红的变成绿色，力道筹码代表主力的筹码由红色变成绿色，投票来，你看这张图，你不用分析了。而后你要掌握趋势，再也不用花时间去分析，而且还无法得到答案，有没有？你不用思考，你不用分析，你没有情绪，你没有任何立场，你只有红色跟绿色，你只有往上的箭头或往下的箭头。请问这样的股市人生会很难吗？好不好？这样会很难吗？从17562它变成往下箭头，趋势由红的变绿的，主力由红的变绿的，然后从17562跌到今天17178，好不好？请问这样子谁看不懂？有没有？好，我们跟会员说，我们跟用户说，我请你去学起来，去看加权股价指数现货60分 K 线的图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控制持股比重。当你看到什么箭头是往上，趋势是红色，然后呢，力道由绿的翻成红色，有没有？全部都形成空翻多，赶快持股比重，这个把它增加，增加这个持股比重。那相反呢，你看到箭头往下，你看到趋势由红翻绿，你看到力道筹码主力筹码由红翻绿，自然而然持股比重就会降低啦，是不是？那请问这样子，你有进攻有防守，有进有退，是不是你可以轻松控制持股比重？ 就不会像以前的这个操作经验，对不对？不管大盘涨跟跌都是持股满档，那这样子没有弹性嘛，是不是？你就无法发挥资金的效用，懂我意思吗？投资人，你自己再看这个图，这是我们 APP 的加权股价指数的现货图，好，会有用户都可以输入7000，好，可以清楚的看到，对不对？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是一个很棒的轻松帮你3秒钟掌握趋势多空的依据，非常非常之明确哈。也就是说，经过我说明之后，投资者有没有？主趋势跟主力，红色是多，绿色是空，难？请问有人会看不懂吗？那你看懂之后，有没有这样子？所有用户都变成全台湾极少数顶尖的操盘高手啦，是不是？好，就是跟各位做个分享哈，很棒很棒，真的超级棒的哈。这个我们的 A P P 来，好不好？另外呢，好，你看为什么这么强？你看啊，为什么在17500点出现绿色？往下箭头，好，然后呢，主力翻空，趋势翻空就开始跌，为什么？因为我把我的主力成本、均线、转折跟双线有没有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弄成一个红绿的明确讯号，然后呢，还有箭头往上或往下的讯号，这样子你就不用思考啦，这样子你就没有情绪啦，你就没有任何的预设立场了，对不对？完全用眼睛看，没有人不会的，是不是？是不是？好，再举例做说明了哈。趋势方向是绿色，投票。我问你哦，你有我的 APP 之后，你随便点一档股票，如果这档股票趋势方向是绿色，主力筹码是绿色，它还出现往下的箭头，请问你会一直报吗？是不是？你看到绿往下箭头？我们跟用户，请问会一直抱着这档股票吗？不可能嘛。那请问你手中永远不要有任何一个是绿色的股票，是不是？你这样子做股票会不会惨赔？不可能，好不好？来哦，来做举例说明哈。好，这一样是我的 APP 的界面哈。来，好不好？来看这里有一个避开主跌，避开主跌，说你点进去里面的股票全部都是绿色的，每一档都是绿色的，来做个说明了哈。来，好不好？这是我们的 APP， 我把它换成直立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是主跌的股票，好不好？来看这个汉讯，
好吧，你注意看了哈。好，一样哦，我们点日 K 线，我们点日 K 线，投出来哦，汉讯来，什么时间开始翻绿？好吧，这里啊，从头到尾你没有一天看到它是红色啊，趋势走向没有一天是红色，投出来。而后你的股市操作会不会这样的股票一路爆？不可能嘛，不可能，对不对？好，它有出现往下箭头，它的趋势走向全部都是绿色，好不好？这是而后你一辈子保证你可以轻松避开的空头股，这样子有没有简单？有没有很明确？好，这个是汉讯哈，来，好不好？再来看什么？好，来看这个，好，你看这个全新。有没有一样哈？我们点日线，好，点日线给各位看有没有投资啊？哎，整片都是绿色哎、欸，从这里多啊，这里多少钱？130，从这里130去走向，每天都是绿色。请问你耳后一辈子会不会去报这个趋势走向？红色是多，绿色是空；红色是多，绿色不是多；绿色不是多的股票，你有这个你会狠心？天天给他报牢吗？你看130变成绿色，今天是101了，是不是？而后你可以避开所有的空头股，我跟你保证是避开所有的空头股。来，再看哈，那这个是哦，我跟各位讲过的吧，雪红阿姨的股票有没有？这个是宏达电有没有？你看哦，它什么时候翻成绿色？趋势走向什么时候翻成绿色？是不是很清楚？整度都是绿色啊。好，那你空头股看完，然后你随便抓一档我们的多头股，好不好？来做比对，好不好？答案呼之欲出啊！答案呼之欲出，是不是？它为什么这四天这么强？红色啊，红色，红色，红色啊！趋势走向是红，遇到筹码也是红，是不是？所以答案太清楚了。好，趋势两根主力筹码两个都是红，是多。那趋势跟主力筹码两个都是绿是空，请问有谁不会？有谁以后还会做错股票？有谁以后还会做错趋势、做错方向，还死抱活抱？是不是？好，就是不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投保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一个崭新的开始。我把你以前可能要花一个礼拜辛苦一点，快速一个礼拜，慢一点。要花一个月去上我的技术班，你才能够开始慢慢熟练的技术。现在用 APP 1、2、3、3秒钟，直接让你看到标准答案。我说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是一个创新，这是一个能够帮助很多散户从股票市场当中重新站起来一个很棒的契机，是不是？好，我把技术结合成 APP。所有技术一秒钟用箭头明确显示，我帮你打造的是简单、轻松、明确、非常愉快的股市人生，好不好？你看哦，你看过过，你看过，你看，你曾经看过过去我们讲，我们带会员赚一利店，有没有赚这个创维来，好不好？你看今天创维跌停啊，好，你看到、哦、我们我连出清都讲哦，我连出光光都讲，说为什么要出？是不是你看很清楚看到什么？看到这里扣三高了，有没有？是不是看到扣三高双线跌破死叉？有没有？这是我们跟各位讲过以前做过的教学哈，所以真的是很棒。你看哦，我们做多的时候两个波段史上最强 APP 帮会员创造74%的获利，我连出清都讲。有没有好？中贵喷48%啊，新钢箭头明确出现之后呢，喷了41%啊，第一桶喷22%，是不是？每一档都是如此。我是产业界的出身，我独创的技术，我现在把它融合，用一个很简单的 APP 的箭头给你明确显示。请问你会不会看不懂？你会不会对未来没有信心？一定会有信心呢、啊，因为淘宝太简单。你看这个安吉。箭头出现没有就不要买，任何股票输入代号去查询，没有箭头连碰都不能碰。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坚持主升专攻起涨。会出现箭头100%等于什么？坚持主升 and 专攻起涨。来，51.1的安吉专攻起涨，对不对？起涨箭头66，说这样子你不会赚吗？
不用思考啊，超好赚，对不对？来，好不好？这是台盛科285370，我连扣三高都做教学，有没有？好，370出光光。那今天的台盛科，好不好？你看自己看多少钱？269啊，出370，今天剩269，请问呢、啊？是不是史上最强的主升标股 A P P？扣三低会喷，扣三高不可追，获利减码，通通讲了，是不是？三幅画153喷到215，史上最强，两个波段赚1.3倍，没有错吧？对，你还在怀疑，你还在满手套牢，你还在不知所措，人家赢家已经赚1.3倍了，好，是不是？明确。有依据，有未来转折让你做参考，太幸福了，好，所以请各位把握哈，来，你看这个汇光，好不好？有没有？我每一档跟各位保证哈，每一档我节目讲的股票 A P P 都有出现，我也同步请会员来做操作。好，汇光38.55是不是出现扣三低？今天48，好不好？有没有？那请问了，38.55出现讯号。报到今天有哪一个散户赚不到？事先讲用获利证明，简单轻松明确，好好赚啊，有没有？是不是很明确？扣三第一是喷出了，有没有？好，来，我再看这个美食，3月21号明确箭头，也请标股特工队的会员同步获利116，好不好？今天138，今天139，116，今天喷到139，从这边有耳后不用追股票哦，不可以不用追股票，为什么？你看哦。每一档股票都在起涨，确定是坚持主升加专攻起涨那个起涨点，给你讯号，说你买这里你可以获利减码啦，随便卖啦，对不对？你这里不用追啊，是不是？所以，投保这是一个很棒的创世主升标股 A P P， 好，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哈，因为它很简单，没有人看不懂，很轻松，很明确。然后呢，进出都有依据哈。那再次强调哈，4月18号之前都有优惠，但是4月18号之后就没有就不符合创始会员的资格了哈。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握时间来看这个亚诺法，有没有？上个礼拜全国观众、全国的尖端粉丝全部都看到 AI 大智慧机器人，好棒，对不对？他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一个普通人去摆脱很多情绪的干扰，你能够体会吗？而后你做股票没有预设立场，再也没有情绪，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影响你。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只有箭头，你就相信 APP 的箭头的真谛，相信箭头的威力，有没有？43.45亮灯涨停。第二支涨停板，今天是第三支涨停板，好不好？全台湾最强股票在我们 APP 用户手上，在我会员手上，是不是？会员说，用户说，长眼睛从来没有四天赚3×4，我们做到了，超简单，超幸福，还包含什么？这个宝林富锦，有没有？他们，你今天才要追吗？你今天才要去追这个176元的宝林富锦嘛？115啦，有没有？我们的箭头是出现在哪里？105啊，就是赢家跟输家最大的差别，不是吗？好，你还看到谁？德伟314，节目3月30号截图为证，昨天又出现箭头亮灯涨停，今天喷8%，好不好？是不是通通不用追解码？我在盘中两大粉丝团给各位看图哦，我今天做减码，投资你看哦，366，然后呢，今天收盘收哪里？哎，收333，投资吓死人了，太厉害了，是不是？太神奇哈！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一样是散户，人生这机遇啊，这个机遇，那个输家跟赢家的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握 APP 的优惠。我们是不是上周送你福裕19.8，我送你给你看箭头，今天创高，好，会员做见证哈。我们今天4513特别会员，哎，我们卖这里哦，卖了全国最高点，为什么？盘中出量，盘中出量代表什么？有人追啊！你是赢家，你要怎么做？你是主力，你要怎么做？趁着有人追的时候到货给他们啊，是不是？你不要说我们残忍，这市场应有的惯性。
你要了解这个惯性之后，而后你会越来越顺遂哈。跟各位做分享哈，好，请各位把握机会了。他说是不是系统店？对吧？你看，在有了 APP 之后，投资朋友，你再也不用追股票了，你再也不用胡乱追股票。他说为什么？你看哦，39.05箭头，38号是不是很明确？好，今天喷涨停了，是不是？超强 APP 它可以完全跟彻底改变散户总要等涨停才想乱追的宿命，好不好？为什么？你这里就买好了，你这里买好了，这里就不用追啊，是不是很幸福啊？景色很美丽，今天大跌啊，今天大跌，你的人生，你的股市人生很幸福，景色风光很美丽啊，是不是？好，所以好好把握机会，真的强到让用户感动不已。好，请各位把握机会哈。趋势方向是绿的，主力筹码是绿的，往下的箭头你不可能持有嘛，不可能持有啊，对不对？这样子就永远不会惨赔，也就是说你有了 APP 之后呢，你跟股市惨赔已经完全绝缘了，这是最大的功能跟价值。然后呢，日线 APP 只给你有箭头的股票跟个扣三 D， 日线周线都是如此，就是说它可以帮你完全避开空头股票，只给你多头股票，好不好？这样子你的耳后的股市人生超幸福超简单，难道不是吗？所以好好把握机会。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不论是参加会员或者是购买 APP， 全部都可以包含的技术班，有10堂课，请各位好好学。那其中最重要的是谁？扣三 D 一定要学会，这是江老师苦练20年全国最强唯一的预告技术，我没有尝试，只要你是我的会员或 APP 用户，我们全部都让你学。我希望你懂，懂这个 APP 强大的真谛，这个箭头的真谛到底有多强大，就是我们的扣三 D 的技术哈，好好的学习哈，有没有？大盘主升多头，主跌空头，通通用红绿色，很明显，对不对？用箭头更明确，对不对？让你一手掌握了哈，绿色的通通不会碰的。再也不会一直持有，然后只会买进有箭头往上的股票，太轻松的股市人生，独一无二，就是我们家才有的哈，请各位把握机会。你看过安吉，你看过创维，你看过这个中沙箭头底价，你看过圣一，你看过我送你的金硕，从465喷到519，没有错吧？你看过本周的亚诺法，全台湾最强股票在我们的用户手上。这是德维今天减码，我盘中减码都无私在粉丝团跟各位做分享，有没有？好，福裕好，今天出来全国最高点，好，这是系统电涨停板，不用追了，有没有？所以答案都很清楚，好好的把握机会了，目前都有优惠，重点是什么？注意时间，4月18号一定要留意时间，因为是创始会员的 deadline， 请各位好好的把握机会，来的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的电话把它拨通。好，现在你手上如果很多持股，对不对？每一档都可以用 APP 帮你做检查，只要有箭头往下或任何指标是绿色的，全部做换股，这样子你可以趋吉避凶，好好的把握机会。那节目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哦，祝各位操盘顺利的，拜拜。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